来自东海的太子虾。我刚发现一个问题哈，这每只虾这里都有一个红色的点点，就它的壳上每个都有，看，每个都是有的。这个是不是就是它叫太子的原因呢？还是怎么回事？好奇怪，刚刚发现的。这个紫的颜色真的好漂亮。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正，紫的味道是沙沙的那种感觉。哇，拉克山多了。他连虾脑都是蓝色的，看头里边好像都是蓝色的。我去了，这个虾解剖一下，看这种蓝就像以前用的那个钢笔墨水的那个颜色，那种蓝。还是挺好吃的，鲜甜的感觉。